世界如此简单。东北财经大学，简称东财，是财政部、教育部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重点建设的高校。前身是1952年的东北财经学院，1985年更名为东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经过20年的探索与实践，学校系统引进国外先进的大学教学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校内外和国内外的教学资源，逐步实现教学语言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教学管理方式国际化。截止2013年，学校承担了世界工业化新格局与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分析、激励机制和控制系统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